和豆包一起围攻飞碟峰，迪克利用豆包的能力抓住施达弱点，使其无力抵抗。就在迪克想要询问施达真相时，那个疯癫的老奶奶突然出现，阻止大家伤害施达。施达指出老奶奶的身份就是克莱，并道出了卡奥的惊天阴谋。真正的凶手，记忆重现。火龙格利安并没有被真正杀死，他被你的哥哥卡奥埋在了飞碟峰的冰层下。卡奥一直在等待格利安复苏，融化这里的冰川，利用它统治整座古怪岛。统治古怪岛？哥哥，这不可能！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接受。哥哥他最痛恨的就是恶龙格利安了，怎么可能利用他统治古怪岛呢？之前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我在飞碟峰下看见卡奥，他的手里拿着能复活格利安的火种。火种？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会发光的玻璃瓶？会发光的？哥哥，你看到我的毛巾了吗？克莱，你忘了吗？进我的房间要先敲门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那是什么？克莱，你该出去了。干嘛突然这么严肃？对不起，今天我有点不舒服。我想，我见过你说的那个东西。天哪，哥哥他真的想复活格里安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史达，你为什么不赶紧去冰原上告诉所有人这个真相，让大家一起劝阻我哥哥？卡奥一直在伺机融化冰川，哪怕我离开一会儿，都会给他留下可乘之机。那交给我吧，我会把真相告诉大家的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拜托了。等着我回来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，史达。快点告诉大家。到现在都没有回家，我很担心他。有人说看到他往飞碟峰那边去了。哎呀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克莱阿姨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是克莱阿姨，她怎么躺在这儿？
住。妹妹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一定是施达干的，太过分了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多丽丝，是你吗？克拉阿姨，是我，我在这里。多丽丝，千万不要接近飞碟峰。克拉阿姨，靠！你都干了什么？快逃，多丽丝，咱们俩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克拉阿姨她……克拉，我不该把你牵连进来。太好了，克莱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你刚才叫我克莱是吗？克莱，你全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住在这儿。那就等我慢慢告诉你一切吧。我叫施达。流星可以实现愿望，那我希望我能永远开心。怎么全是雪人？靠！你做的坏事还不够吗？还敢来这里？施达，你别以为我怕你。离开这里，如果再让我看见你踏足飞碟峰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走就走。施达，你去哪儿了？绝不能让卡奥知道克莱还活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辛辛苦苦堆的雪人怎么全倒了？是昨晚的龙卷风吧？我想咱们可能得重新把它们再堆起来了。克莱，没问题，咱们可是最佳搭档。哇！我要追上你了，施达！你试试看啊！施达，你说过，等我好了，你就会告诉我一切。现在我已经完全恢复了。真的吗？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？对呀，你看。那么现在就该是你离开的时候了。你说什么？离开？对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的伤好了，你没有理由再待在这儿了。可是施达，我们不是最佳搭档吗？傻瓜，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。我可是一只孤傲的狮子，我只爱我自己，我不需要任何搭档。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。狮子不需要朋友，天天看着你我已经烦透了，赶快回到冰原上去吧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我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。别再啰嗦了，克莱，你记住，要远离那个叫做卡奥的人。
那个老太太是谁呀？以前怎么好像没见过？卡奥酋长，你没听说吗？他是新来咱们村子的，总是喜欢和雪人说话。求求你们了，不要伤害史达。克兰阿姨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准伤害史达，别过来。克兰阿姨，你究竟是谁？克兰阿姨，我是多丽丝呀。多丽丝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我想起来了。多丽丝，克兰阿姨，我全想起来了，想害死我的人是他，是施达救了我。哼，现在知道真相已经太晚了。没人能阻止我了。